感谢这次大乐园文化活动所有的主教老师，这次国侨办主办、安徽省侨办和安徽师大精心打造的线上大乐园文化活动呢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新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。这次活动他们参加了唱歌、手工书法和中华诗词诵读、武术和舞蹈，希望以后呢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，让我们海外的学子及家长们受益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，将中文呢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